迟路了。那不用救我脸啊。刚刚文龙呀，现在龙呀。听啊，千军万马向我们袭来了。开了口，开了口。Ready, start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的希望天天变色。我们现在是在镇江，这里是一个地方。我先来，我晕，我晕。现在开始。来讲完整，完整版。我拍你好了。拍我啊？嗯。好吧。再拍吧。再拍呀、啊？已经在录影了。有有。说什么好呢？说一下你的感情故事吧。现在是一个严肃的时候，不能开玩笑。好的。OK。你第一个男朋友就是在这边那个男朋友吗？你不要乱说啊，这里我从来没有来过，第一次来啊。马上就要开始放鞭炮了，放鞭炮的时候会发生一种灵异事件，但是也不是说灵异事件，是其实是那个我们革命的小战士，那个小炮手，那个名字具体名字我是忘记了，不知道，刚刚没有注意听，开小差。开始了，先听吧。我不行。你要拍一下主持人自己。我不要。啊，摄影师自己。